你很顺手，好像天生就是为我打造的。也许只是一个背影，给他配支枪，会放吗？简单，我教你。你又会在何处伫立？媳妇儿，我替你顶了。哦，不用。哎，别争了，老板的意思。是否也在等我的你？别我，上车，我送你。进中途的第一天就认出了你，是你送我去的医院。你一定要坚持住，没有，命运注定要送你上医院的。你一进来我就看见你了。天作隔帘的你，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。